感觉我们进来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放在家里面躺，其实你是可以很轻松的感觉到它的安定感的。你跑起来不会有觉得没会晃啊，或是会让自己不安心的感觉。第二就是它的操作面板，其实我拿到以后，我甚至不用看说明书，我都会操作这一台，然后教我的爸爸妈妈使用，也是一分钟之内他们就学会了。